养生，又称摄生、道生、养性等。所谓养，即保养、调养、补养之意。所谓生，就是生命、生存、生长之意。养生就是保养生命，目的是延年益寿、康健无极。枸杞的养生功效自古被大家所推崇，《神农本草经》中就有久服枸杞子轻生不老的记载。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曾赋诗赞誉枸杞：枝繁本是仙人掌，根老能成瑞犬形，上品功能甘露味，还之一勺可言灵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春采叶，名天经草；夏采花，名长生草；秋采籽，名枸杞子；冬采根，名地骨皮。宁夏枸杞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，富含18种氨基酸、32种微量元素、7种维生素、枸杞多糖等多种营养成分，具有补肾养肝、润肺明目、调节血脂、抗疲劳等养生保健作用。相传西夏有一男童，名曰杞子，父母早逝，体弱多病，邻人无不为之担忧。一日偶翻父之遗书，名曰枸杞祖传秘方，其子生性好奇，按其服之，受制面色红润，体魄有力，邻人无不为之惊讶。至此邻里生病皆找其子，配以秘方皆好。为谢其子，众人纷纷捐银，于临街开一其子养生房。因其配方独特，来人络绎不绝。皇帝闻之，来此探访，其子配以秘方，服之神采奕奕，精神焕发。至此其房声名远扬。为继承历史遗留的宝贵财富，百瑞园大胆创新，将中华枸杞养生文化和现代高科技枸杞系列产品展销融为一体，率先在枸杞行业推出了全国连锁经营机构百瑞园枸杞养生馆。百瑞园枸杞养生馆以尊贵、优雅、品味的品牌个性，让客户在体验和购买产品的同时，品味优雅生活，感受养生文化。百瑞园枸杞养生馆本着自然、健康、和谐的核心理念，经过几年的市场验证，枸杞养生馆连锁经营模式完全适合枸杞产业特性和市场需求。不论是百瑞园枸杞系列养生产品，还是百瑞园枸杞养生馆，都成为枸杞行业的一面旗帜。目前百瑞园枸杞养生馆遍及北京、上海等20多个大中城市，深受消费者青睐。公司将以中国枸杞馆为核心，以宁夏为腹地，以百瑞园枸杞养生馆为辐射点，挺进全国及海外市场，打造中国枸杞第一品牌，让百瑞园枸杞养生馆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。百瑞园源自宁夏，轰动中国。